horses today. That's our horse, Cynthia. I love it. That's. Hey, there, excuse me. There's a line here. Excuse me.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蝴蝶看电影，我是漂亮可爱一级棒的巧巧呀。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蝙蝠与猪引发超级病毒的科幻灾难电影《感染病》。影片开始时，一位叫做露丝的建筑公司女高管正从香港出差回来，不料等她第二天回到家里时，就开始出现感冒发烧甚至是癫痫休克的症状。丈夫托马斯也被吓到了，只好连忙将妻子送进了医院。谁知口吐白沫的肉丝还未来得及抢救，就直接领了盒饭。而就在男主托马斯还沉浸在妻子猛兰猝死的悲伤中时，却被医生告知肉丝在逝世之前曾给他戴了绿帽。顶着悲愤交加的情绪，托马斯失落地回到家里，不料却惊悚地发现自己的妻子也因为受到病毒的感染而离开了人世。巨大的打击让托马斯悲痛不已，然后情绪还未缓过来的他就遭到了医院的强制隔离。没过一会儿，他与前妻的女儿便闻讯赶来，匆匆慰问了自己的父亲。在得知女儿暂且安全的情况下，托马斯立即将她赶回了家里，并明令禁止女儿不许与任何人见面接触，包括她最爱的男友在内。因为此时一种未知的病毒正在香港、东京、芝加哥甚至是世界各地疯狂的散播，而第一个携带者很可能就是肉丝。为此，医生不惜向托马斯提出想要对肉丝的尸体进行解剖的想法。虽然这对妻子有些不敬，但托马斯最终还是答应了医生的请求。不久后，医生从露丝的大脑里提取出了病毒样本，然后医学家阿里博士和他的助手艾丽在通过研究后却发现，这种病毒竟然含有蝙蝠和猪的双重基因序列。如此可怕的现象简直闻所未闻，只有尽快研制出疫苗才能将病情给稳住。但碍于此类病毒的研究实在是过于耗时和危险，而现在的疫情已经快要无法控制，于是美国疾控中心要求只有四级实验室才能进行研究。但不愿放弃的阿里博士还是偷偷留下了一小部分在自己的三级实验室内进行研究。在疫情发生了第八天，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90,000。为了稳定局势，政府只好让阿里博士站出来发表演讲。随后，国际卫生组织还派出疾病学家莱奥纳赶到疫情的始发地香港进行调查。通过各处走访，莱奥纳发现肉丝在感染之前经常去过澳门的一家赌场，而病毒的源头也很有可能是来自这里。而另一边，在疫情发展到12天的时候，阿里博士终于培育出了病毒蜘蛛，这也意味着研究疫苗有望了。但等待的过程却是十分漫长的，所以预计在疫苗研究出来之时，全球将会有800万的人口遭到感染。在愈演愈烈的疫情下，芝加哥也面临着封城的选择。于是，一直心系着妻子的阿里博士便利用特权偷偷给妻子打了电话，提醒她赶紧逃离芝加哥。不料电话的内容却恰好被一个清洁工给听到了，于是对方便以滥用职权为由举报了博士，导致博士直接被带走调查。而另一边，身在救援前线的米歇尔也不幸感染了病毒，而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们，叫他们都自行隔离起来。在经过2天的救治后，他的生命还是走到了尽头，就连尸体也被就地掩埋。但令人感慨的是，米歇尔在临死前的那一刻还想着将自己身上的羽绒服盖到另一个更需要保暖的患者身上。而国难之下虽有伟人，自然也会有那么一些不安分的小人出来作妖，比如有个几百万粉丝的无良大 V 阿伦便是其中之一。为了出名和敛财，他谎称自己受到感染，并通过服用连翘治好了身上的疫病。消息一传出去，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纷纷涌入药店，疯狂地哄抢连翘。眼看着众多的国民们竟为了一袋连翘而抢得你死我活，政府不得不让正在接受调查的阿里博士再次站出来说明连翘对病毒毫无帮助的事实。不料居心叵测的阿伦却趁机攻击博士和政府，并煽动民众引起暴动。Tell them what an iron order of two really means, Dr. Cheever. Teach them some math, hmm? No? I'll do it.On day one, there were 2 people with it, and then there were 4, and then it was 16, and you think you've got it in front of you. But next it's 256, and then it's 65,000, and it's behind you and above you and all around you. In 30 steps,
It's a billion sick. 3 months. It's a math problem you can do on a napkin. And that's where we're headed. And that's why you won't even tell us the number of the dead, will you, Dr. Cheever? But you'll tell your friends when to get out of Chicago before anyone else has a chance. 幸好警察在经过调查后发现了阿伦与某家生产联效的药品公司相互勾结谋取暴利的阴谋，于是笨搭了几天后，阿伦终于在卷款逃跑的路上落入了警方的手中。而这边的反派才刚刚下线，另一边远在非洲传播的病毒就发生了变异，因而死亡的病例也以翻倍的数量在增长着。 Which way, better or worse?It's moved into an African HIV/AIDS population. The Durban cluster is highly divergent. We have a new R-naught, Ellis. It's not two anymore.幸好危急时刻，艾莉偶然发现某些猴子的身上携带有这些病毒的抗体，而这也很有可能就是人们所需的疫苗。为了验证效果，艾莉不惜将第一支疫苗用在了自己的身上，还好她赌对了。虽然疫苗研制出来了，但能生产的数量却是有限的。上层人物可以通过特权优先得到，但底层百姓却只能通过摇号的日期选取对应出生日期的人们来获得疫苗。如此随机的方式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这不，香港最靓的仔们就因为不服而直接扣留了莱奥娜女士作为交换疫苗的人质，可没想到他们最后换来的却只是一箱普通的安慰剂。再看看人家的领导阿里博士，根本不用吱声就轻松获得了两支疫苗，不过他并未用在自己身上，而是分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当初那个举报他的清洁工的孩子，两人还因此握手言和了。再说咱们的男主被隔离了这么些天后终于给放了出来，当他听到自己的女儿要在144天后才能接种疫苗的消息时，只能无奈地为女儿筹备一场成人礼派对。在派对的这一天，女儿终于能穿上礼服和亲爱的男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而男主在看到这一幕后却转身回到屋里，对着肉丝的照片痛哭流涕。然后在翻看肉丝的手机时，他却无意中看到了那张肉丝在澳门赌场与一位厨师合影的照片。原来这场传染病正是源于此，因为在此之前，肉丝就职的公司在森林施工，而树木不断减少导致蝙蝠没有了栖息地，随后这些蝙蝠只好闯入人类生活的地方寻找新的栖息地。在飞走时路过一个猪圈，而嘴里的食物刚好就掉入了猪圈，不料这些待宰的小猪在吃下蝙蝠的食物后身体就发生了变化，然后粗心的工作人员却将他们送进了赌场的后厨。更惨的是，厨师在处理这些小猪后手上的血渍还未擦干，就被叫去大厅和肉丝进行握手合影，于是肉丝就这样成为了行走的病毒传播者，病毒源正是从这个赌场传播出去的。至此故事结束了。虽然最后疫情的结果和博士的命运我无从得知，但我相信不管是再大的困难还是再危险的病毒，只要团结一致，人类总能克服。可令人唏嘘的是，在灾难面前，比病毒更可怕的却是人心，因为愚昧和无知以及冷漠的人性才是我们打赢这场攻坚战的最大阻力。最后希望大家爱护环境，保护大自然吧。若不是破坏了蝙蝠的栖息地，它们也不会到处乱飞呀。蝙蝠可是病毒的大本营呀。